第十六面，新式树冠。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啊，讲到我们修行的次第啊，他讲到有通别两种，有些修行是可以融通的，比方说我们到底是先修小乘再学大乘，还是先学大乘再学小乘，这就很难讲了。有些人他先修小乘，然后他能够修大乘回小向大，有些人他是先把大乘的思想弄清楚了，再用小乘的方法加以对视，这个就是良由众生根基不一啊，自始如来巧说不同。所以佛陀在讲到这个很多次第法门的修行的时候，佛陀的答案都是不确定的，对这个人这样讲，对那个人这样讲，叫应机说法。在智利的圣道法门当中啊，佛陀用通的方法的角度啊来先说法门，是融通的，到底是怎么样没有标准答案，经常是这样子。但是一旦是属于他利门本尊相应的法门，我们怎么跟本尊感应道交，这个规矩就很多了。佛陀是用别一种次第的教授，在密宗当中，在净土中的观想当中，次第就不能有任何差错了，因为这个是属于四相的啊。托彼一正显我心性，我们假借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来开显我内心的善根，来灭除我的重罪，这种次第就很清楚了。维大师说啊，这种属于他利门摄受的，肯定是一支山上路须问过来人，过来人只有一个，就是佛陀，没有人有资格先说了。所以我们在研究本经的时候啊，这个次第就很清楚了，跟你研究楞严经研究其他的教理啊，那你可以把前后混着修都没关系啦，但是只要讲到本尊相应的东西，这个就是要一一观之的。你看佛陀在这个地方，你次第要很清楚了，先观什么，再观什么，再观什么，最后什么，要很清楚了。坐视观者名为正观，那么你不是如实观者叫邪观啊。这个把这个次第强调出来啊。好，我们看第四个树观。这个易报的观，它是越观越复杂，由粗到细的哈。前面是落日观，起它的光明相最容易观了，光明我们最容易观嘛。然后到了大地，起琉璃地的清净啊，大地啊能够离一切相啊，表显菩萨的阅历啊是没有杂染的啊。那么光明表示智慧，大地表示悲愿。那么这个树观呢，就是讲到庄严了，菩萨的功德，菩萨的波罗蜜的庄严了，就是光明相、清净相、庄严相。那么在医报的主着相状有三种相状，那么到这个庄严相啊，那么树观呢、就表达无疑了，把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它的互含互摄啊，就有详细的描绘了。我们先看啊前面的三段，看经文。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地想乘以次观宝树，观宝树者一一观之，作七重行树想，一树高八千由旬，其诸宝树七宝花叶无不具足，一花叶作一宝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玛瑙色中出砗磲光，砗磲色中出绿珍珠光，珊瑚琥珀一切众宝以为应饰。好，我们来说明。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啊，你地观想以后，接下来观什么呢？观宝树。所以他那个观啊，是由粗到细啊，由粗的光明清净到微细的庄严啊，它是一步一步的往里面观。那么这个树要怎么观呢？观宝树者一一观之
啊，跟前面道理要有次第的啊。它这个地方的次第是先观树的树干，再观它的小枝，再观叶，再观花果啊。那枝干花果，它是由粗到细观下去。那么怎么观呢？首先呢、啊，你要取一个单位。因为极乐世界的树很多了，它是很多树了，不是一点树啊，所以它用七重来做一个小单位，叫七重行树。七重行树我们解释一下哈，它这个是这样哈，它是一重的宝树，那中间有一重的道路，在一重的宝树，在一重的道路，如是道七，叫七重行树。当然极乐世界的树不是七重而已了，他这个地方是说、啊、首先呢先做七重行树之前，因为 你取太大的单位你也观不来噻，所以我们一般以七为一个极限啊，先起这个七重的当一个小片段，你观想成功以后，你再把它由此类推，再观想它遍满极乐世界啊，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以七重行树为一个小单位，那么在每一个宝树当中呢，你观想它的高多高呢？8000由旬。这个由旬有小中大啊，最小的是40华里，中的是60华里，大的80华里。我们姑且用最小的好，40华里。40华里有8000由旬，32万华里。极乐世界一个叶片的一个树叶哈，就比台湾还大了。极乐世界一个树叶了啊，所以它那个都是一个很广大的境界啊。七株宝树，七宝花叶无不具足。那么极乐世界的宝树啊，有很多七宝所成的花，七宝所成的叶无不具足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哈，七宝不是娑婆世界的七宝了，但是。极乐世界那种宝啊，我们娑婆世界没有，所以只好用譬喻的方式，用我们已知的东西去譬喻未知的东西，啊，是引用这个七宝来做譬喻。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观相啊，你必须要有次第啊，先观这个树干，再观枝叶花果，啊，慢慢的观进去啊，无不具足。我们再看它的一个，它这个花叶啊，它的一个相貌。一花叶做异宝色，那么极乐世界的树叶跟花呢，它有不同的光，也不同的颜色。比方说，这一下讲出譬喻了，在青色的琉璃当中呢，出金色的光明；在干青的玻璃当中呢。玻璃色当中呢，出红色的光明；在红色的玛瑙色当中呢，出砗磲，砗磲是白色的光明；在白色的砗磲当中呢，出绿色的珍珠的光明；乃至于珊瑚、琥珀等一切珍宝啊，它的颜色光明呢、啊，是互相的掺杂、互相的照耀、互相的装饰。所以极乐世界的。它的五尘啊，我们前面说过是互含互摄的啊。因为为什么呢？你看诸天的宝物，诸天的宝物是单一的，光明就是光明，颜色就是颜色。因为诸天的光明是业感缘起的，所以一般的慈善家在做善业的时候，第一个他没有我空法空的证件，没有空证件；第二个他没有菩萨的愿力，所以他造善事往往是什么样呢？叫做一时兴起啦。他突然间跑到菜市场，看到一个众生很可怜，启发他的恻隐之心，就把他买下来放生。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一时的升起恻隐之心。所以慈善家做善业啊，他第一个善业跟第二个善业啊没有连贯性，他没有一以贯之，没有贯穿所有善业的愿力，他没有这种贯穿性。
你问一般的实善家，他想到什么做什么，他生命没有一个智慧跟愿力啊来贯穿他的身口意，没有说无道一以贯之，没有这种没有这个东西了。他完全是想啥就干啥去了，就这样子。所以他第一个善业跟第二个善业没有连带性。那么菩萨修善业就不是这样了，菩萨修善业他有空正见，有菩提心，所以叫做什么？菩萨的善业叫什么？诸位知道吗？叫做波罗蜜。天乘没有波罗蜜哦，二乘也没有波罗蜜，二乘一个阿罗汉及布施也不能叫波罗蜜，叫善业。只有菩萨去布施去持戒，后面加一个波罗蜜，因为他的道啊，他无道一以贯，他的所有善业一定是跟波罗智慧相应，一定跟他的菩萨的本愿相应。他有光明，有大地，这个大地能够摄持所有的树木花草，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啊，他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的，互含互摄了。所以你看菩萨在那个《摄大乘论》上说啊，菩萨布施的时候，他依止菩提心，依止空正见，他布施的心态也记住的持戒的心、忍住的心、精进的心、禅定的心、智慧的心，六度都记住。他不是只有他布施，不是只有施舍的心了、啊、他也包括忍住、精进、禅定、智慧。所以他因地的时候，他的善事互含互摄，他得果报的时候也是不可思议的，互含互摄，叫法界缘起的啊。这个跟我们业感缘起啊，跟我们诸天的业感缘起是不一样的啊，它的颜色啦、光明啊是互含互摄的啊，这叫做波罗蜜。好，那么这个地方前面到这个前面三段都是一个纲要的总说了，其实真实的宝树观啊是在下一段啊，他就写去的详细了，他的庄严像是怎么回事，他有什么样的功能啊。我们看花树的庄严啊，这个地方总共有四段，我们把它念一遍。妙珍珠网名覆树上，依树上有七重网，依网间有五百亿妙花宫殿，如梵王宫，诸天童子自然在中，依童子五百亿释迦毗嫩伽摩尼以为璎珞，其摩尼光照百由旬，犹如和合百亿日月，不可具名。众宝兼错色中上者，此诸宝树行行相当，叶叶相次，于众叶间生出妙花，花上自然有七宝果，依树叶众广正等二十五由旬，其叶千色有百种化，如天璎珞有众妙花，作阎浮檀金色如旋火轮，婉转夜间永生诸果如第四瓶，有大光明化为床幡无量宝盖，四宝盖中映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国亦于中现。好，我们解释一下。那么我们在观察本树宝树的庄严呢，有四段来观察。第一个呢，先观宝树里面的这个宫殿啊，就讲到宫殿的问题了啊，就居住的环境。妙珍珠王迷覆树上，那么这个宝树当中呢，有很多的珍珠所串的这个王，就像蜘蛛网王一样，它呢覆迷就是满满的覆盖在树上，就是这个树上有很多很多的珍珠网。那么在这个每一个宝树当中呢，有七重的宝网，这个七重的宝网就是说好像七重宝塔啊，它这个是一重网一重网一重网，它有七重啊，就像那个宝塔的高度一样啊，越来越高啊，有七重的珍珠网。那么这个七重的珍珠网，这个珍珠网是干什么呢？每一个网当中啊，有五百亿个微妙的香花所成的宫殿。这个宫殿呢，就很像啊大梵天王的宫殿一样。
那么这个宫殿是干什么呢？极乐世界的诸天童子自然在中，啊，这个童子就是比喻相貌庄严的这些天人，啊，极乐世界的人民啊，他是住在地上，他那个楼阁啊是从地上盖上去的，但是极乐世界的天人啊，他是住在树上的这个珍珠网当中的这些宫殿，啊，这诸天童子自然在中。那么每一个天人啊，每一个童子啊，他的身上啊都有500亿个啊释迦毗楞伽摩尼。那么毗楞伽啊，释迦毗楞伽就是翻成如意啊，叫如意宝珠啊。那么挂在身上啊，来做一个装饰啊。那么这种如意宝珠呢，它放的光明能够照耀百由旬啊，就好像有100亿个日夜一样互相的照耀啊，是没办法形容的啊。那么树上的众宝啊，也是互相的间隔，那么互相的交错，那么它的颜色呢也是最为殊胜的。就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宝树上啊，有7重的珍珠网，而每一个珍珠网呢都有这种宫殿，那么这个诸天的童子是住在宫殿当中的啊。就讲到这个宝树的功能，再看它的花。那么这个宝树呢是行行相当，它那个宝树的排列啊，它每一个排列它有一定的次序的啊。那么叶叶相似，它的树叶跟树叶之间的间隔也有一定的章法的啊。那么在众叶当中呢，有种种的花开，种种这个微妙的香花。那么花上自然有7宝果7宝庄严的果实，所以极乐世界的花果是同时的。我们娑婆世界是先开花，那么花谢了以后这个果实才出现，那么极乐世界是生诸妙花，花上自然有7宝果啊，就是譬喻菩萨因力的时候是因果同时了，他称性起修嘛，他的性，他的因地的心性就有果地的功德啊，所以他是因果同时。这个地方讲到花，这一下讲到果。那么在每一个树叶当中呢，它有这个横竖啊，纵就是竖了，广就是横了哈。横竖有多大呢？有25由旬。大概是1000华里左右了啊，所以它一个树叶啊比台湾还大了哈，啊。那么它的树叶有1000种颜色，有100种的画。这个树叶这个画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这个树叶上面有这个叶脉，它这个脉络啊就好像是一种很精美的画一样啊，很像画一样，如天璎珞，又好像天人所挂的璎珞啊，如此的很有次序，也非常的庄严。那么这当中有很多的妙花呢，它是什么颜色呢？是紫金摩色，就好像是一种啊光明的火轮，那么婉转的移动在树叶之间。在极乐世界的这个树叶，它的光明是会流动的。好，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光明是动静态的啊，是啊，琉璃色当中有金色的光明，玻璃色当中有红色的光明啊，前面的光明是静态的，但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树叶的花啊，它这个花会释放光明啊，它那个光明是跑来跑去的啊，那像旋转的火轮啊，它是婉转在这个树叶花之间啊，它是那个光明是从下面跑到上面，从上面跑到下面啊，就是后面讲到池水，它那个极乐世界的功德水也是跑来跑去的啊，所以它庄严呢，啊，有一种啊静态的庄严跟动态的庄严啊，就是它的光明是跑来跑去的。永生诸国如地势平
那么极乐世界的花的花呢，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果，有种种果实啦。这果实有什么功能呢？就像地势的宝瓶啊，地势有一种宝瓶啊，能够所求如愿。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果呢，也是可以让我们所求如愿。你像极乐世界的水果啊，祈求什么东西啊，它能够让你心想事成啊，如地势瓶啊。当然地势身为四谛梵音啊，它有无量的善业啊，十善善品的善业啊，它就招感一个宝瓶啊。你到极乐世界啊，你有无量无边的水果都可以让你所求如愿啊。我们再看这个水果有什么好处哈。有大光明化成床幡，无量宝盖。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果啊，这水果啊，它是放大光明啊。那么在光明当中呢，它能够变化成有很多的床幡，乃至于无量的宝盖。那么在宝盖当中能够出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诸佛呢弘法利生的事业。十方诸佛在哪一个地方行布施波罗蜜、弘法波罗蜜、各式各样的波罗蜜，种种的佛事啊，我们都可以在宝盖，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花的果实当中呢，看到十方诸佛的弘法的事业，乃至于十方的国土的庄严呢，意义中现。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果实出现十方诸佛的国土是什么意思啊？有人问藕益大师说啊，说十方世界这么多佛土，为什么偏占西方净土？你看中国的传承里面，几乎讲到净土，绝大部分都讲到西方净土，少部分讲弥勒净土了哈，少部分了，极少部分。那么为什么十方诸佛的净土偏占西方净土呢？乃至于在《阿弥陀经》当中，释迦牟尼佛赞叹极乐净土以后，后面的六方诸佛出广长舌相，异口同声赞美阿弥陀佛净土的庄严。其中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说藕益大师说，因为你生西方就等同生十方，表面上我是很狭隘的锁定的西方净土，表面上我锁定一个目标，把求生西方当作我生命的唯一的目标，我因地是锁定一个目标，但是果地上我往生净土以后，我等同往生十方国土。当然这个地方的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为什么生西方就是生十方净土呢？因为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可以去受用十方诸佛说法的情况，你同时可以看到药师佛说法，你可以同时看到普光佛、普明佛说法，这个十方世界所没有的。所以藕益大师说啊，极乐世界的规划特别对我们凡夫众生啊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十方的凡圣同居土啊，没有人做出这样的规划了。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在凡圣同居土能够受用几乎是等同十报庄严土的这种互含互摄的功德，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十方的佛土四土是清楚分明，你什么功德你就到哪里去，你是凡圣同，你是大业往生的凡夫，到凡圣同居土去，你是啊法身菩萨，到十报庄严土去。凡圣同居土绝对不可能说能够在一个果实当中看到十方世界诸佛的显现，不可能的。这是什么境界啊？这是一为无量无量唯一的法界缘起啊，那没有十没有初地以上菩萨，你不可能有这种功德相上。但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有这种情况，不可思议了。如果我们来比较十报庄严土，那世界那这个国土没有好坏了。
到药师佛的十报庄严土，到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我们很难分出，因为到了十报庄严土的时候都是法界缘起的，但是比较繁盛同居土，一个待业往生的菩萨去受用繁盛同居土，那我们真的要说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那极乐世界是最为殊胜的。就的凡夫来说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呢，某种程度啊偏重在生死凡夫了，就是对我们生死凡夫来说，阿弥陀佛对我们帮助最大了。所以说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如果我们是生死凡夫啊，这句话是对的，的确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他的四土是互含互摄的，他说恒济四土啊，一个凡圣同居土的众生能够受用十报庄严土的功德啊，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在宝盖当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果一一中现，那这个是十报庄严土的境界了。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见此数以一当次第一观之关键数境，枝叶花果皆令分明，自为数想名第四观。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功德相状，就是说我们在观数的时候也应该啊次第的观之啊，凡是观极乐世界的庄严一定是有次第的哈。比方说怎么观呢？先观它的树的树干，再看它的细的枝叶，最后花果啊，然后呢再观成一个七重行数，一个形成一个七重行数的单位，然后再慢慢的扩大整个极乐世界，你必须要次第的观之，而且是了了分明，不能有任何的模糊含糊笼统，是为数想名第四观啊。那么到宝树观的时候，在依报观呢、啊，可以说是把极乐世界的庄严呢、啊，可以说是我们看一览无遗啊啊，光明中有宝物，宝物中有光明啊，那把这个光明相跟清净相啊，是整个表现出来啊。古人啊在讲这个宝树观呢、啊、有一个寄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啊，五百亿同花里住，就是有五百亿个天人啊是住在这个宝树的花的珍珠网当中的宫殿里面啊，五百亿同花里住，就说这个树是干啥的呢？是用来住的啊。三千世界果中藏，那么你住在这个宫殿里面呢，你可以透过这个前面的花果啊，看到三千世界十方诸佛啊在宣扬佛法的相貌啊，你等于是坐地参方，你根本不用去亲近十方诸佛啊，广学一定无量法门，你就在极乐世界里面坐着就能够亲近十方诸佛了啊，这我们说的坐地参方了 啊三千世界果中藏，自心种子栽培德。那么这么多的互含互摄的功德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也是我们因地的时候忆佛念佛栽培所成的 啊各个称天住地场，那么由这个因地的庄严啊再变成果地的圆满啊，各个称天住地场就是果地的圆满啊。我们要知道哈，在观想的过程当中啊，当你起观，不管观极乐世界的光明相，或者清净相，或者庄严相，你心中一旦出现一个相状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你的心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了两道力量，两道力量。第一个是你的，是弥陀的佛力的加持力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啊，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张好。就是说你今天按照佛陀的次第观，你等于是把佛的功德啊引到你的身心世界了。
你把佛的光明功德、庄严功德引进来了，所以某种程度啊，佛力不可思议，你进入到佛陀的功德庄严。第一个，第二个，心力不可思议，你能够从这个地方的表法慢慢的启发你的善根，叫戒相。我们现在自己要升起善根有困难，比如说你干嘛戒这个相呢？你有本事你自己升起善根有困难。凡夫啊，要仰仗佛力啊，先戒十方诸佛的功德相，但是呢，重点是什么呀？戒相修心，关键你还得要启发你的善根呢。透过光明相，我们启发我们的智慧的关照，做什么事啊？不要老是跟着感觉走，要有光明来关照，透着这个琉璃地啊，这个清净的琉璃地啊，产生菩萨的悲愿，啊，透过这个庄严相啊，来成就菩萨的波罗蜜的功德，借这个相啊，某种程度是来修我们的心。所以除了佛力以外啊，我们自己的心力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我没办法带动我的心力啊，我是生死业力凡夫了，要有人帮我拉一把佛力来带动我们，用果地相，就是说已经成就的果地功德来带动我的因地的心。我们很难自己提起善根，很难。但是你慢慢慢慢的观想，哎，你把极乐世界这个观想久了以后，你发觉你的心态会改变了，不思议心，不思议变了。我们讲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讲到释迦牟尼佛因地的修行，释迦牟尼过去啊，在波罗奈国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说波罗奈国有一个国王啊，他晚上做一个梦，在梦中呢，他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金毛兽，那个大小大概像狮子一样的金毛兽，全身放大光明啊。这国王看了以后啊，起大欢喜，他想啊，要是我把这个金毛兽抓过来，把它给杀了，把这个皮扒下来啊，放在我这个宝座上坐着，那可是非常的荣耀的事情。所以他从梦中出来以后呢，他就重赏，说哪一个猎人帮我抓到这个金毛兽啊，我有重重的财富跟关节的赏赐。当然很多人就到深山去找这个金毛兽，找了几年以后呢，都没有见到金毛兽的踪影。这其中有一个猎人啊，在几年以后啊，他去找金毛兽的时候啊，不小心从山上啊滑落到山谷去了，跌的受伤了，身上流血了。这个时候白天过去的黄昏，晚上即将到来啊，他又饥又渴，天上又流血啊，又召唤了很多的虫啊来咬他的身体。所以他绝望之余呢，突然间他眼睛一打开啊，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金毛兽在他面前现前。金毛兽看他已经这个受伤啊，即将死亡啊，就起了慈悲心。金毛兽就把他叼起来，把他送到浅水的地方去让他喝水，然后又找了很多水果让他充饥。吃完以后他就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他看到金毛兽在他旁边一个晚上照顾他，他是又感动啊又矛盾，心中就现出了忧愁的样子。金毛兽就一看他的表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心中啊闷闷不乐，有忧愁之相呢？这猎人说啊，说实在的，我为了找你啊，可以说倾家荡产了，几年的光阴就是为了找你，现在找到了，我要把你杀了，我忘恩负义啊，你救我一命，但是我不杀了你，我多年的愿望不能够成就，所以我非常矛盾。这个时候金毛兽就思维了，他就看着这个
在下面这个苦恼的猎人啊，他心中的期待，又看到满地的虫啊，为了去咬这个猎人身上的血啊，在那个地方啊，充满了饥渴。这金毛兽就如是思维说啊，我啊，生生世世啊，就为了贪恋这个身体啊，我也不能够做出什么功德。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满众生的愿。他就啊，金毛兽就说：“这样子好了，我去撞这个树，撞这个树，我把这个血肉啊，布施给这些地上的众生。你把我这个皮啊，等到这个他们众生吃完以后，你把这个皮把我剥下来送给国王，你就能够满足你的愿望，也满足这个地上虫子的愿望。”所以这个金毛兽他说完以后呢，他就咒怨。第一个。他咒怨呢，吃到我血肉的众生啊，都能够离苦得乐。第二个呢，凡是吃到我血肉的众生呢，未来都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他这个善业有这个咒怨力啊，所以他咒怨以后呢，他就自杀了。自杀以后，当然他就升天了，但是因为这样子死亡，那发的善愿嘛，升到天上去了。那么这个国王是谁呢？想要他皮的是国王是谁？就是提婆达多的前身。那么这些咬他肉的这些八万的众生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最初度的八万天人啊，发菩提心的这些天人。所以释迦牟尼佛修布施的时候啊，他说过，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他舍生命的地方。啊，当然，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善业。但是更重要，你要看他的本愿呢，这个地方是很重要。一个宗教师跟慈善家最大的差别，他有愿力的支持，本愿功德啊。所以，如果你在修善业的时候，你没有升起菩提心空正见呢，你就不可能产生这么多的因地啊，这个果地上的护含护摄的庄严，就不可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如果你想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一个狭隘的自私的心，起忆佛念佛，阿弥陀佛是菩提心，你的心是狭隘的自私的心，这两个能够心心相印吗？对不对？所以谭鸾大师说一句话，谭鸾大师你看看往生论的注解啊，谭鸾大师说啊，你如果不发菩提心来忆佛念佛，你没有广大的胸量啊，那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没有愿作佛心愿度众生的心啊，以这种心态来念佛啊，你就是看到极乐世界哇、哦啊、很漂亮，为了乐故而欲求往生，我看到极乐世界很快乐，所以我也愿意去，结果你不能往生，因为你为了追求快乐刚好跟谁相应，跟诸天相应是吧？诸天就是提供你快乐、啊、所以你不发菩提心，你把忆佛的功德本来是一个摩尼宝珠变成糖果了。印光大师说，你不发菩提心啊，你把这个本来是无量的功德庄严的东西啊，变成一种狭隘的业感业果了，那就变成什么？那就变成受用诸天的快乐有漏的果报，受完以后带着满身的贪欲的烦恼到天上去，你享受快乐有后遗症很严重，因为贪欲特别重，来到娑婆世界很可能到三恶道去，因为你透支了，佛报透支太厉害。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阿弥陀佛的圣号，都是无量的功德庄严，佛力不可思议。但是进入到你的心中以后，它到底是一个无量庄严的法界缘起，还是一个狭隘的有漏的业感缘起？你的心态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讲见相修行，你本身的心态是很重要。那么这一点在《阿弥陀经》讲的不多。我们看读《阿弥陀经》哈，偶益大师虽然把极乐世界的业报庄严恢复到善力不可思议，他某种程度。他偏重在佛力不可思议。
他最后回归，因为佛力的加倍，因为名号功德的加倍，所以你有这种功德庄严，鼓励的性质多了。但是你看观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看智德大师说啊，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呢、啊，故我念佛心，前提即法界。他某种程度就是说，借佛的功德庄严来启发你的菩提心哦。你菩提心还得升起哦，只是说借佛的庄严来启动你的菩提心呢、啊。如果你看到这个庄严没有启动菩提心，还是贪爱的心，还是自私自利的心，这些庄严以后变成天界的有漏果报。如果你看到这个庄严果然启发你的菩提心，那这个就是你的念念成就你未来的净土了。所以本经在忆佛念佛的时候讲到两种力量，第一个佛的力量，第二个是心灵的力量。但是本经是偏重心力，不可思议，它是用佛力来启动你的心力，叫做借相修心。所以你这个庄严如果不回归到你的心啊，如果这个庄严还启动不了你的心，那就没办法了。你必须把这种光明相、清净相、庄严相去启发你的菩提心，启发你愿作佛心、愿度众生心。如果这个相能够启发你的菩提心，那这些庄严跟你的菩提心一接触的时候，那就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就是你未来的净土的庄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借相要修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好，我们看持观。我们先把这个第一段念一遍，第一段跟第二段啊。次当响水，欲响水者，极乐国土有八池水，依池水七宝所成，七宝罗卵从如意诸王身，分为十四支，一支作七宝妙色，黄金为渠，渠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好，那么这个观我看我们下次再说好了。我们回到两个问题啊，请示法师，愿力跟八识是否有关？愿力是否为第八识的种子之一？临命终的时候乱心未起，以愿力以何种升起大作用？当然跟我们的八识有关了、啊、因为我们活在八识了。我们现在是啊，待业修行，待或者说待业的烦恼在修行啊，那肯定跟八识有关呢。识，这个识啊，有两层意思。什么叫识？有两层意思。第一个跟业力有关，就是我们是业力凡夫。这个识啊，它跟心啊，心就是清净的哈。这理论上我们是追求心啊，但实际上我们活在识。第一个，我们摆脱不了过去的业力。虽然我们尽量要脱离过去，我们规划未来，但是你很难离开你的过去，很难。我们过去所造的善恶业，我们要无条件的概括承受。当然你业力轻，你今生修行啊可能比较顺利，你业障重，你今生障碍重重。但是这个业力不足以决定好坏，因为顺利皆方便。有些人业障重，他启发他的道心也可能啊。所以业障轻重不表示你的成败得失，不一定。但是你要有善根很重要，你要没有善根啊，那就很难修行了。佛法不怕你业障重，也不怕你烦恼重，但是你没有善根就没办法了。因为佛陀没办法启动你的善根，就没办法，因为这个修行不能替代的了。
修行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主动要修行的。我真的要改变了，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动了。你看你上班哦，你不上班，你没有真的上班，也没有人知道了。反正你的时间打卡，下班就走了。你有没有在上班，没有人知道。但是修行，你不想修行哦，谁哪里都没有办法了。所以一个人要改变啊，只有一种情况，就你自己愿意改变的。你看做母亲的说，哎呀，小你要去拜几拜啊，都是方便的。他不想拜哈，通通没有用。一个人修行，什么叫做修行上路？就是我真的要改变了，发自让众生的愿力发起来，你就有希望。你生命真实的变化是从那个时候，你真实的把，当然所有的善根就是以菩提心为根本的，你真实要做改变了。我从今以后不想做凡夫了，我要愿做佛心，我要做佛，我要度化众生，我要为佛教干一点实事，为众生做一点事情。你这个愿力发起来，你就有救了，你才可以从透过去的烦恼业力里面看到一束前面的光明，从过滤跳脱出来。所以你要超越过去，一定要发愿了。一个人要摆脱过去，有两种智慧，第一个智慧，一个愿力。但智慧很难，空正见真的很难。菩萨修行没有几个靠空正见，都是靠愿力的了。不能拜要他拜，不能钻要他钻，就是那份坚持嘛。谁哪几个把烦恼空掉的？没有嘛。我们还是觉得说生病那种感觉，痛苦的感情还是真实的嘛，是吧？空正见，我们凡夫只是在寂静中相应的，在动中很难相应。那菩萨的空性薄弱靠什么？靠是绝不放弃嘛，愿力嘛，那份的坚持嘛。那如果你的愿力也没有，那就完了，那就变成善业。善业不足以庄严净土哦，我们要知道极乐世界是出世间的功德，只要是超越三界的哈，都要有善根哦，善业不行哦。善业是成就人天的安乐果报，要有善根，才能够成就出世间的功德庄严。我们佛法的善根有慈悲、智慧跟愿力。那主当然你慈悲跟智慧这个我就不知道修得怎么样，但愿力是最根本的，菩提愿力哦。当然我们的成佛的愿力是跟净土结合了，我们是为菩提道成求成净土的哈。有些人说啊，你们净土中的人很自私啊，也不来娑婆世界打流转啊，啊先到净土去。其实你话不能这样讲了，那我们是为了成佛而到净土去吗？啊，充实自己再回度娑婆嘛，这个也是佛陀的规划嘛，啊，这叫自身上菩萨哈。但是即便到净土去，也是有成佛的愿力了。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出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啊，心在持法，法在持心啊。当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你那念心去操作佛陀的功德的时候啊，佛力的加倍没问题的，这个佛已经准备好了。你的心态准备很重要呢，你准备好了没有？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不断的欣喜啊，但是你本身的善根要够呢，才带动起来呢。借相修心呢，如果你善根不够，这个相也修不起来，那你相在欣喜里，你的善根迟钝也带不起来，到最后这个相啊变成成就安乐果报。所以你本身的准备很重要，尤其是菩提你的愿力啊，愿作佛心，愿度众生心。所以你看后面的果地功德以三心，自神心、身心、回向花园心，所有的修行回归到善心了。这个三心就是菩提心嘛。你可以暂时不产生行动，你也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你说我没有能力做善事没关系，但是你不可以没有这种心态是吧？你没有能力做慈善事情，佛
佛陀不怪你了，因为菩提心本来就有愿菩提心，有行菩提心嘛。菩萨本来刚开始先修意乐嘛，先从功德回向嘛，先随喜嘛。没有人说一开始发菩提心就付诸行动的嘛，没有嘛。你今生可以因为因缘不具足，做的很少很少的慈善事业，这不是问题。但是你连这种心态都没有，那就完了。你连这种希望都没有，那就完了。那是什么都甭谈了，那就谈不上什么的什么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就没有这件事情了。那就是人天福报了啦，不是功德庄严了。啊，所以你的菩提心是一种心态的准备，这个修净土的根本呢。你有这种愿力，你可以暂时不产生行动，但是你必须有这样的愿力。这样子，你有这个愿力的种子，再看，再透过名号的加持，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启动，那就是脱彼一真显我心性。你只要有愿力，你只要有这个愿力，有求生净土的愿力，有愿做佛的愿力，有度众生的愿力，阿弥陀佛就有办法救你了。你不要做，不一定要做很多事情的。但是你连这个愿力也没有，那没办法，因为你根本不想改变呢，你不想成佛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有自觉，那么佛力才可以加持进来。啊，这是第一点。所以这个愿力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们的心力的代表。第二个，请问师父，要怎么修行才能够达到意知实智？意知实智啊，可遇不可求了哈，要念佛三昧了哈。当然，我不知道诸位善根怎么样，可能你前身修得很不错，哦，啊，只是临终一时的颠倒，啊，现在变这个样子，那就有可能了哈。你前身修得差不多了，只是临终的时候被某一种因缘牵绊了。但是一般来说了哈，一般来说了哈，我建议大家你不要做这种想法，不要有这个求意知实智的念头了，啊。我说个道理你听听看哈。印光大师说啊，就修净土中人呢，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该怎么做怎么做，不要老是去设定某一个目标了，因为你这个会形成障碍了。我曾经在过去在北斋上课，有一个居士跟我讲说啊，师父，我一定要站着往生。我说你不要发这个愿啊，你求临终正念就好了，你站，你万一站不起来怎么办？你就老说，哎，你帮我扶起来，那你不是勉强是啥呢？是吧？修行你自然功力到了，水到渠成嘛。不要设定那种你看不到，就是说你相信你有这个因地就有这个结果，你只要检讨你的方向对不对，你走的道路对不对，然后保持进步，让生命保持活水，我今天比昨天进步，明天比今天进步，然后绝不放弃的往前走，只问根，你自然会有收获。不要设定一个太高的目标，反而变成挂碍了。我们应该要以求生净土为目标，至于用什么方式求生啊，不要设定太多了。反正我要求临终无障碍，正念分别往生净土。啊，至于你是站着走、坐着走、躺着走都没关系的，是不是？一知十事都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都可遇不可求了。生命是无常的，我们要面对无量的过去的业力，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能够把握我今生对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绝不放弃。我祈求佛力加倍，我也祈求我自己的善根尽量表现出来。好，所以你不要设定一些太多一些事项的目标，你只能够定，我们凡夫只能够定一个方向性的引导啊，无障碍，保持正念，往生净土啊。至于太多的结果，很多东西不是你说的算啊，不是你说的算啊。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
复再来日回向。